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统计，台湾中小企业徛海国内企业的比例有97.77%按多哦。其实有许多中小企业更加面对的问题呢，是两台之间的高价。陈云飞是苗栗铜锣人，对头下马嘅鲁毛都可以台湾青苔嘅健康茶台制造厂。以准票高本也来嘅陈义子呢，还有交流土笋后卫观光工厂，还个提客家养老，咱开始提卖嘅味素也到。提引来引国际化嘅茶产业，还个菜地化嘅休闲产业，也两台之间上手嘅马嘅，又很用来做诶。向下来看下先。将一台又一台锵锵锵的风作摇到铁盘肚上，撒下了下将枝叶台，再个老一条送你配上地肚去配，按用心的准备原料，是为了做出真材实料风作茶。红枣都会去籽，因为籽的话它是上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吃那种没有去籽的红枣，会容易火气大。公馆的凤座呢，也很菜体的东西嘛，所以说很重要的事情啊，菜体啊，就有嘛东西，人就会香酥，闽来都闽客来都苗栗，就香酥很菜体的凤座。我们一年的这个绿植的材料啊，会使用36座的万里长城这么长。用菜地食材做出养生的茶包，陈云飞打造出台湾青苔养生茶包工厂，一年产量约有100万包。将个茶包而用到的反驳例子，一年就用台36撮万里长城安创。陈义正还有接班的天二胎，是陈云飞34岁都无简单将更多的担当子。我来啊吼，其实我提讲咩，你来之不易啊。因为佮阿婆用哈法院哈，第六个，啊前面五个就无神啦，一样系跟那传承本业，系一种基因，唔系一种财产。阿爸讲诶，我们之间哈将近隔了差不多3个代沟啊，以前呢就会想，要在事情做上唔咩样来做，一下就唔咩样来想，一下就会想说，假使哪天老爸爸哈。其实他们说答案之前那就会脑袋里就会想其实不会用的说还有三年上事情的国土没重要在里头接班的过程你建议去了解阿爸头下妈年没有一项事业尤其坚持呢陈云飞还没有在同路呢因为不卡苦从小特殊做事都比骗人看认真掌握出头中兴大学食品科学类毕业过后，每一位安认真，从日本做罐头工厂建造做到创造，自己样子上，自家还讲唔出来最好物嘅，直到一三年，一枪当大上扬嘅。啊，一三年啊，即系一年都按到我头大，哦，一五年嚟嗬，讲下啲发肥系咪嗬，哦，我就讲，我想我自家创业，哦，有创办业咧，我讲，阿咩外名，阿咩唔掂啦，哦，唔掂。结果我就2年前呢，我就同阿头家辞职。2年以后，我才离开一间公司。好，就你看搞个顺顺息息啦，哈，就台湾阿美同讲，妈就话，我搞呆啦。啊，你比咱爸爸本来最大资产啊，唔系某个财产，某个东西啊，最重要就是佮本来一只精神，哦，服务的精神，啊，因为个生意一万番哦，都赚3万番。这部机器是什么呢？哈，这是非常有历史的一部机器，这是替我们董事长打下江山的一部机器。这个机器呢，哈，它在将近30年前来到了台湾，目前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一台机器。那我们董事长32年前，陈云飞对茶国帝都看到有生意合作，世界有名的茶包品牌，可以卖国家式的茶米，对单一的茶农，没有要求呀，给吃到也做一件机会。一台机器本来配件公司天做诶，三因为设计对台湾生产线来讲唔合适，电脑喺公司了钱做到网工，技术便宜落去买下来，再个将对日本做罐头工厂后来嘅机器技术拿来改机器，头下嘛咩损失，不过改善诶系佢做茶包事业的起脚点，佢咩创业咧，佢人生地图提早一年。晚上哦，有时候一个人啊，哦，机器人不顺，哦，就按你。一三年啊，就骨头给
机头的前面吼，就安尼捧起光发，哦，问起个哎，机器啊，有嘛个问题无？前面因为也台迄机器，前面也机器的迄有灵魂的东西。因为台湾的一般的茶包机啊，就包两公克天天，一台机啊可以包三公克到五公克，也就世界上唯一的咧吼，哦，唯一咧一茶包诶，就可以包到三公克五公克。也最适合买那个强抽茶。茶叶的世界建设最年头触目动人，陈云飞为做草本茶，每一味皆用石头日本，看到市面上卖手工油切的茶包，提出有个想法，故说其去拜访50多个国家去买草本植物，出台自家做品牌，要同国内外一道讲起成经验，太创推广去做茶包。陈义正太好托的企业管理，此时看出家表了做田的阿爸，因来去出国，对成本的观念都让做人做事都好。他讲也是几啊十年来的魔鬼训练，转来就像魔鬼训练一样啊。所以，那包是免费的魔鬼训练啊。假使要出去魔鬼训练哦，真的要把同学好钱哦。哪有那么多魔鬼训练？魔鬼训练啊，譬如行路就好诶哈，行路爱行到几前面，哦，无诶话就个比个种念，个念念动叫哦。一个人吸啊，就叫念啦吼，念师太嘛，念都当过嘛，还不就字嘛吼，系无？一系念咧无一无念的话，一公司就 stop 啊吼，就停脱咧嘛。所以我就讲，所以做事情就讲。我比人开脚的位啊，吼，开脚的，我看开眼的位。陈云飞想搞哪样事，做嘛事情都要面正啊、面严啊，都要机会做样骗人。讲真，做人做事脱离，脱企业经营制度，钱根本做得到的做奉茶，也此些还没搞起，就算投入做得几成功的，咩无甜不用提，搞要做诶。伊两个同一同阿妈妈呢，去起码咧上山捡柴嘛，吼。或是一个荷包翁啦，吼，来做条田舍啊的吼，就经常我同阿妈就讲到一个营养的事情咧，讲一个历史，所以就阿妈就讲，很一般咧，嗯，迄种太监啊，迄做事业的话，很有可能的话，我同样是去奉茶。奉茶是一个理念，那怎么样把这奉茶也是一样，我们的第一线的同仁呢，他奉茶给客人，其实相对的，我们这个高阶的主管，我们不虽然不是奉茶。但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爱心奉给我们的现场的每一位同仁，因为只有把下属服务好，那下属呢才会把客户服务好。苗栗客家人了，当年住太马村，太马村的观光客，也系几下条休闲生意，成立经营店。喺讲奉茶喺两三代人传承下去的规矩，给陈义正成立市民做大帮休闲生意，牢记继续传承下去。他一家三十年要做的事情哦，非常的多。嗯，咩同以前做的事情咩唔相容哦。一下做的是观光产业，那以前做茶叶的部分是可以国际化，那做观光就必须要在地化。台湾做到世界各国，要投采地上根。托总神嘅传承，做茶包落几台面行，又天土出群一四十台师，而传承上熟嘅唔单枪嘅茶艺产业，还有群落唔少本嘅传统精神。